我们这两天他已经都话都讲不出来，尤其今天根本就不能讲话了。他前几天有录了个影了，担心的还是小孩啊，还是小孩嘛。我们也是担心小孩啊。他其实最担心就是小孩，当然也担心我们两个老的啊。 不要再哭了，你哭了，我也要哭了，拜托你不要哭了，好吗？放下，放下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跟他喊了多少次了，做他回去的不好意思了。 谢谢你们辛苦了，我们没有心情讲话。对，刚刚下去就先送到一病人那个冷冻库，那我们交给人本去处理，刚刚带走了，那他们的平辈的人送他过去。 我们就不便过去了。明天可能才能整理好他这个他的灵堂，那可能后天才开始，才开始开放大家过去。我们这两天他已经都话都讲不出来，尤其今天根本就不能讲话了。 他前几天有录了个影了，担心的还是小孩啊，还是小孩嘛。我们也是担心小孩啊。他其实最担心就是小孩，当然也担心我们两个老的啊。不要再哭了，你哭了，我也要哭了，拜托你不要哭了，好不好？
放下，放下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跟他喊了多少次了，做的很浑身的不好使了。Thank you.